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明治科大，听说我有大学朋友，他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今天要找我谈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好了，到底什么事情，非常非常期待。就是这边了，好，我们进去看看到底今天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到底他变了多少呢？走，跟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超久不见了，谢谢今天来，你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谈啊？今天超重要的，真的吗？我要来卖药，卖药。你一人带个大皮箱，我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糟糕，打不开。有，皮箱蛮有质感。对啊，今天是那个老皮箱来的。老皮箱就对了，这算是一个梗吗？哦，哇，这么多剪纸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偏向的艺术教育的计划。哦，偏向艺术教育计划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计划呢，我们是希望透过小朋友在那边剪纸彩绘，然后贴在他想要贴的地方，然后让更多人看见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是他在做这些艺术创作的同时呢，他可以抒发他的心愿这样子，然后上传到网络上，做一个专长的媒合。专长的媒合，对。所以他的媒合的部分是媒合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不要做什么人口贩售，就听起来很可怕，哇！所以你今天这媒合的点是，之后我们会建置一个官方网站，他们可以上传他们的心愿或者说他们的疑问，然后可以跟我们社会大众拥有这些专长的人做媒合。比如说像这边的话是小朋友们的疑问。比如说他想怎么学插画，他说他想怎么赚钱、啊、那如果有这个问题啊，那如果说他想要学冷术的话，有办法没有得到吗？可能要去日本学一下。去日本，所以日本有在教你怎么用螺旋丸啊？都是这种手法，可以开发一个日文版，对，好像不错，对对对。那但是重点，你今天找我来一定不是只为了介绍这个吗？对，没错，有苦难言啊。什么苦？跟我说。最苦呢就是，法兰慈善举办的这个想象计划的活动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50万元组已经进到前五，然后但是要进到前三名才有，对，才有办法进到决赛，对，所以说你现在需要上网投票。弯来撸处啊，哎呦，一语道破啊，对，没错，需要上网投票呢，才能把票数冲到只要前三名就好，我就有办法去做提案。好了，我看看有 QR code， 那 QR code 是。扫描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到我的页面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计划的细节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现在可以现场马上扫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就马上可以知道，就是你们现场有什么细节，就对了。对对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怕你看到太细的东西，这样。你看得到吗？这边。好，那我现在扫一下啊。哎，有哎。哇塞，随扫随秒哎。一瞬间吗？哎，这个我可不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照片啊？可是照片为什么跟你本人差那么多？是我昨天才剪头发。好了，我继续看一下。所以，变成说你们的详细交流计划都有在嘛？这都有办法放在这里面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哇，你现在目前有2000多票，2966票。对，但是第一名已经有1000票了。5000票了。第三名已经4000票。哇，这个真的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帮助一下，好不好？比如大学同学是作战，算是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大家 OK 的话，就是帮个忙，好帮忙去完成他的心愿。因为我觉得，其实偏向教育这一块，其实我本身也很希望说能够投入一些教育，但我本身其实并没有像他们这么的有就是想法，或是可能这么热血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现在已经非常的。没有，所以不要这样讲。所以呢，就是至少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好吧？就是帮忙宣传一下，帮这个社会出一份心力的话，那也可以就是不要吝啬，按下你的分享或者宣传，然后帮忙投个票。好啦，那真的很感谢今天来找我的，其实真的我还蛮开心的啦。你才要感谢。为什么感谢？就是这边在落泪的，我们要落泪。来，这个有没有眼药水？现场来滴两滴，来口水哦。不要啦，恶心哎、欸！好啦，那就是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啦，那就希望是说，真的很希望看到你的蝴蝶能够停在偏远山区，真正落实到这个教育的部分。谢谢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